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刘瑜伽线上课堂，我是凌云 Mike。 今天呢，跟大家一起做开胯练习啊，不需要任何的辅具，准备好了，我们从垫子上开始。我们来到垫子的前方，双脚与髋同宽站立，膝盖的方向跟我们第二个脚趾的方向一致，朝向正前。你可以调节一下自己双脚的站距，可以微微的闭上眼睛，移动一下，前后左右，往往你再次睁开眼睛，这个可能就是你最自然的一个站姿。深深的呼一口气，找到顶天立地的感觉，吸气，双手往上，在头顶合十，呼气，微微的弯曲膝盖，从髋关节折叠，双手如果可以的话放到垫子上，吸气，脊柱延展，轻轻的抬头，手心可以立起来，呼气，弯曲膝盖，双手可以离开垫子往远，做一个深蹲的姿势，吸气，起身，呼气，蹲下去，吸气，起身，呼气，蹲下去。我们再来一次，吸气，起身，呼气，蹲下去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可以尝试蹲到最低，甚至尝试让你的坐骨碰到你小腿的后侧，这个被称之为亚洲蹲。允许我向侧方展示一下，需要的话你可以手扶着垫子，不完全蹲下去，但是如果你可以的话，可以尝试蹲下去，这个你发现会是对你打开髋关节非常好的一个动作。你可以双手在胸前合十，让你的肩膀尝试放到你膝盖的内侧，在这里微微的停留，注意到这个停留一定是微微的停留。你甚至可以感觉到大腿后侧的有些肌肉在松解。我就继续回到朝向垫子的正前方，吸气，慢慢的起身，手撑在双脚的前侧，呼气，双手推垫子，双脚往后一大步，直接来到下犬式，双手的指尖、指腹、指根都压向垫子，前臂内旋，大臂外旋，从肩胛骨向两侧滑下来，让上背部微微的隆起，感觉整个脊柱的延展，两侧的腰线拉长，眼睛看向双脚当中或者膝盖当中，甚至可以看到自己的肚脐。吸气，呼气，双脚并拢站立，吸气，左脚保持在垫子上，吸气，右脚往远延伸，呼气，右边的膝盖弯曲，右边的手依然撑向垫子，右边的腋窝依然好像要朝腋窝的方朝垫子的方向，左边大腿的根部和骨盆往后。我们可以尝试来活动一下我们左边右边的髋关节，吸气，由内向外绕圈，缓慢的活动，三二一，我们换方向，从外向内，五四三二一，吸气，呼气，右脚落，调整一下，我们来做左边，吸气，右脚保持在垫子上，左脚往后伸展，呼气，左边膝盖弯曲，先是从内向外绕圈，五四三二一，再由外向内，五四
三、二、一，吸气，左脚伸直，呼气落，回到双脚与髋同宽。吸气，推垫子，脊柱延长。呼气，微微的弯曲膝盖，眼睛看双手当中。吸气，慢慢往前，走到两手当中。脊柱延长，微微的抬头，半起身。呼气，前屈折叠。吸气，双手推垫子，起身，手往上，眼睛看上，两手当中。呼气，双手落。吸气，身体转向垫子的右侧，一大步，差不多大概是3尺的距离，或者是你的自己的腿的长度，脚尖微微的往外转。啊，每个人转的程度不一样，可能是60度，可能是45度，也许你甚至可以做到90度，但是多数人可能有个45到60度就可以。我们来做一些髋关节的活动。吸气，膝盖伸直，双手往上在头顶合十。呼气，弯曲膝盖，注意膝盖的方向跟你脚趾的方向一致，双手在胸前合十。双手合十的女神式。吸气，双手往上，呼气，胸前合十。吸气，再来一次，双手往上，呼气，在胸前合十。我们在这里微微的停留，甚至可以颤抖一下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注意这个动作，你膝盖的方向一定要跟你脚尖的方向一致，这样能够很好的保证你的膝盖不受伤害，更多的来活动我们的髋关节。吸气，双手放在我们的膝盖上方，脊柱延长。呼气，身体轻微的拧转向左侧，感觉右边的肩关节要触碰左边的膝盖，但是实际上触碰不到。吸气，回到中立位。呼气，往右拧转。吸气，中立位。呼气，右边的肩关节找左边的膝盖。吸气，中立。呼气，往右拧转。我们再做一次。吸气，脊柱延长。呼气，往左拧转。吸气，中立位。呼气，往左拧转。吸气，回到中立位，膝盖慢慢打直，双手在头顶合十，脊柱延展。呼气，再一次，双手在胸前合十。这一次我们把右边的手肘放在右边膝盖的上方，注意保持右边沉肩，不要耸肩，保持空间。左手从下往上，吸气，在头顶，脊柱延长，眼睛看向左手的方向。呼气，左手画一个大大的圈落。吸气往上，呼气落，吸气往上，在这里停留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呼气落，吸气回到中立位，脊柱延长，头顶，双手在头顶合十。呼气，弯曲膝盖，双手在胸前合十。这次我们做左边，左边的手肘轻轻地放在你左边大腿靠近膝盖的地方。吸气，右手从下往上，眼睛看向右手的方向。呼气，右手落。吸气，右手伸展。呼气，右手落。吸气，右手伸展，在这里保持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吸气，膝盖伸直，双手在头顶合十，脊柱延展，眼睛看大拇指。呼气，双手在胸前合十。再一次，这一次吸气，双手向两侧展开，双脚向内转到指向垫子的正侧位。呼气，左脚往转，往外转90度。我们回到垫子的正前方，
山式的站立。刚才那个女神是哈，我们在那里停留蛮久的时间，感觉大腿的内侧后侧是不是有酸的感觉，发热的感觉。我们继续来做打开髋关节的练习。吸气，这一次右脚往外跨一大步，如果刚才是三尺的距离的话，这次差不多有五尺的距离。双手往外展开，呼气，右脚往外转90度，右边的膝盖跟右边脚尖的方向一致，往前往前，直到我右边的膝盖在我右边脚踝的正上方。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右边的肘关节依然放在我们右边膝盖的上方，左腿伸直，感觉我身体的侧方跟我的左腿跟我左脚的外侧缘是一条直线。吸气，左手朝下，从下面往上， Uttita Parsvakonasana， 侧脚伸展式，感觉我现在左手跟我的躯干跟我的左腿是一条直线。呼气，左手画一个大圈落，吸气上，呼气落，吸气上，在这里停留5 4 3 2 1，吸气，右边膝盖伸展，双手往两侧打开，右脚往内转90度。我们再做左边，呼气，左脚往外转90度，身体慢慢的往左侧，直到我们的膝盖，左膝盖在我们左边踝关节的正上方，右左边的手肘轻轻的落在我左边膝盖的上方。吸气，右手画一个大大的圈，从下往上，眼睛看向右手的方向，呼气落，吸气上，呼气落，吸气上。这个时候我的右手跟我的躯干跟我的右腿成一条直线。注意了，左大腿左边的脚，脚掌和脚后跟同时踩向垫子，在这里停留5 4 3 2 1，吸气，回到重力位，左脚往内转90度，双手往两侧伸展，脊柱延长。我们再来做一次，呼气，右脚往外转90度。这一次我们可以选择右手放在你右脚的内侧或者放在外侧都可以，你可以整个手掌撑垫子，或者用瑜伽砖，或者你可以像我一样手心立起来，用五指去撑垫子，这样更好的让我们的训练我们脚的激活，腿部的激活。吸气，左手从下往上往远延伸，左大臂躯干跟左边的腿成一条直线，眼睛看向左手的方向，5 4 3 2 1，吸气，右边膝盖伸直，右脚往内转90度，回到中立位，呼气，左脚往外转90度，左边的膝盖顺着左边脚趾的方向，左手可以手掌手指在左脚的内侧或者是外侧都可以，右手从下往上，右大臂伸直，右边的肩胛骨往外往远延伸，右边的大臂躯干跟右腿成一条直线。我们在这里停留5 4 3 2 1，吸气，手撑垫子，慢慢起身，左脚往内转90度，呼气，左脚往外转90度，右脚收回来，吸气，双手往上，呼气，前屈折叠，吸气，双手推垫子往后，来到我们的下犬式，调整一下手和脚之间的距离，尝试把十个脚趾抬起来，脚后跟和脚掌同时压向垫子，吸气，右脚往前一大步，来到右手的外侧，差不多右边的膝盖在我们右边脚踝的正上方，左边
脚掌着地，脚后跟提起来，左边的膝盖落在垫子上，双手你可以手心立起来，食指压向垫子，骨盆往下沉，肩部往后，胸往前，我们做龙步。这个时候你应该感受到右侧大腿后侧的拉伸，左边大腿前侧的拉伸。那很多人可能这个时候右脚可能会往外歪，你右边脚的脚趾的内侧可能会抬离垫子，我希望你依然踩下去，所以大腿的右边大腿的内侧，膝盖内侧感觉有往内夹紧的感觉。你可以在这里停留，或者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够深的话，尝试手肘放到垫子上，或者你也可以用瑜伽砖，不过对于我来说，对于多数的人可能在这里已经有比较强烈的拉伸感。我们在这里5 4 3 2 1，吸气，双手撑垫子，呼气，右腿撤回到下卷式。我们在左边吸气，双手撑垫子，左脚往前跨一大步，左脚来到左手的外侧，保持左边脚掌内侧和脚后跟同时踩向垫子，右脚掌踩向垫子，右脚后跟抬起来，右边的膝盖落到垫子上，双手食指撑地，手心立起来，骨盆往下，肩部往后，胸往前，左边的龙部在这里拉伸，注意左边的脚掌要踩向垫子，特别是左边的大脚趾侧的脚掌要踩向垫子，感觉可以把左边的大腿根部往回拉，右边大腿根部往前收。5 4 3 2 1，吸气，双手撑到垫子上，呼气，左腿收回来，来到我们的下犬式。我们最后再来做一个非常舒服的体式，鸽子。吸气，右脚往前一大步，右边的膝盖尝试放到右手的后方，右边的踝关节脚趾勾起来激活，差不多右边大腿的前侧几乎跟你垫子的前侧平行，有的时候稍微收进来一点也没有关系，最关键的是我们尝试把我们的骨盆放正，很多人容易把骨盆侧向我们垫子侧方，尽量把它放正。如果说你现在右边的坐骨坐不到垫子上，可以用厚一点的毛巾垫在下面，把它垫高，保持骨盆放正。很多人做这个体式的时候，如果髋关节不够灵活，容易往右侧歪，这个时候一个右手放在垫子右侧做一个支撑，吸气，脊柱延长，收小腹，肩离开耳朵，胸骨打开，在这里保持5 4 3 2 1，吸气，双手撑垫子，呼气，右脚撤回来，来到下犬式。我们来做左边，吸气，左脚往前一大步，左边的膝盖在左手的后侧，左边的踝关节勾起来激活，调整到一个骨盆中立位，中立位就是我们的骨盆不是朝向垫子侧方，而是跟垫子的前缘是平行的，需要的话左边的坐骨下面垫一个厚厚的毛巾。我们很多人右边的髋关节容易往外侧打开，尝试把你的右边的髋关节朝向垫子的方向，这样是一个中立位，需要的话左手撑在垫子的侧方，吸气长高，呼气，感受到左侧髋关节的外侧缘拉伸，右侧髋关节的前侧的拉伸。5 4 3 2 1，吸气，双手撑垫子，左脚收回来，回到我们的下犬式，吸气，慢慢往前，膝盖跪到垫子上，双手往远延伸，臀部尝试坐向我们脚后跟的方向，额头可以轻轻地放在垫子上，双手食指压着垫子，慢慢慢慢借助呼吸的力量拉回来，
感觉整个身体背侧的拉伸。吸气，慢慢的起身。到这里呢，我们今天髋关节的练习就到这里。你可以继续其他的练习。如果说到这里你就结束今天的练习的话，记得做挺试试。谢谢你跟我一起练习。Namaste。